你要站出来一点，你要站出来一点点，站出来一点，然后对一。好啊。我最喜欢的。你要什么？制品的应该不错。你不是说在这儿买的吗？是瑞士，我要去瑞士。快带女人离开这种地方！干嘛这样子？耶！你刚刚已经上网买包了。看你吃不下，我觉得吃甜的好容易肚子就饱。饱了，对，吃甜的很饱。洗澡。给那洗手，我给试洗一下肥皂，他卖肥皂的。是肥皂。对啊。你感觉洗了就要买人家肥皂？不要洗了。洗了，他应该说如果洗不干净。我力气还蛮大的。对啊。而且，对。这个应该就很多是 MIC 对。说不要在这里买。对啊，他说李小璐那家最便宜。就是你说的杂货那个。业务什么业务超市？对对。很老丑。他卖的好棒。你现在你跟我那个对面就是那里，今天你说老丑那里。我这里。我好吧，你们买的。我那边的。不行哇！
个晚上回去饭店吃。他本来我看了一下，因为我们上次就买这种。对啊，买回去晚上饭店吃要不要？我没吃过啊，导游不是说有两个，在家里吃一个看看。如果不要说我们买一个吃嘛，他要什么口味的？就单买啊。各种的，还有好好，还有一个椰子凤梨，草莓，对，煎蛋，要草莓，草莓它都不好吃。对，好，就那个啦。那个是就是这个布丁。布丁我们去便利店买，这个。好啊，那就拿一个这个。这个假的。好假的。不能拿。那就拿这个，拿上一个牌子给他。然后你去买。看你会不会接。那个人后面排到后面。1800。嗯，860。八六十。